原标题：二十世纪美国摄影师威廉·阿姆斯特朗镜头下的西湖，平湖秋月，雷峰塔美如画一。杭州西湖的平湖秋月，二西湖边上的雷峰塔三，西湖边上的小房子四，西湖月廊庙五，西湖著名的断桥六，这个应该不陌生了。在西湖乘坐游船都可以看到的编辑记者努学社青年会会员马巧玲，来源美国雅虎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